又来到股海大丈夫，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永诚国际投顾陈建诚分析师，建诚老师好。田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了9月18号星期一了，好，那我们看到了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那开低走低收最低，上周五成是台积电神龙昂首收最高，今天跌也是因为台积电打下来，然后呢跌了13块，让台股今天跌了226点，收最低。好，那台积电老师在上礼拜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帮大家琢磨也分析了。那在上周五，哇，很多的好朋友听完建诚老师分析到了国巨，陈董的心思只有陈诚老师最了解。哇，上个礼拜哈，很多的好朋友看完之后竖起大拇指哦。好，那包括今天的国巨的表现，哇。国巨今天到532了耶，对，没错哈，又涨了上来了哈，就跟那个，其实我们礼拜是讲这个秀兰姐嘛，对，环球金，对，然后礼拜五环球金就大涨，对对，然后礼拜五讲国巨，讲国巨，今天的国巨很争气啊，就532，对，就532哈，盘中大涨，对，好，那我还是始终认为哈，就是。因为这个周末有人陆续来跟老师索取连接，索取我说这个去年10月28号，嗯哼，我那一天我怎么讲国巨的，如何分析？对，就在国巨，股价几乎是这一两年最低点的时候，减资回来之后，对，我怎么跟你讲国巨？我说陈泰明，嗯，会想要对当年你去买到1300的人有所交代，对，给你一个交代了，那我想今天的国巨也蛮争气的是，我想争气不只是因为它涨而已是因为陈诚老师清点哦，不是，老师分析了成吉思汗的啊，对他的这一连串的并购也好啦，对不对？争气是因为今天大盘跌将近200点，对，那他可以逆势收红所以表现可圈可点，很厉害呢。OK， 那我想，其实操作股票就是这样你如果是。我们常讲埋在前头嘛，你才有赚头，你才有甜头对那这档国巨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8月25、对，8月25，基本上我们那时候就已经，我们在480块就开始480以下，我们就开始陆续卡位了，对，开始布局了。那其实这一两天，你可以发现，八月中、八月底，如果那时候你逢高。获利了结 AI 的相关概念股的话，然后去布局这个消费电子，是，你会发现这个月，你可以持续怎么样？财富可以持续放大获利，你的这个财富增长的动能你可以持续上去。对，好，这个月来你发现辉达股价没有再创新高了，对，技嘉没有再创新高了，广达没有再创新高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抓好类股轮动的节奏，我想今天杀的都是除了台积电占全值以外、再来那 AI 的族群也是哀鸿遍野重灾区对广达、技嘉、伟创等等好，那这个月九月下礼拜有中秋节，是礼拜三是期货要结算好，所以期货结算前的台股都会比较动荡然后高盛在这个时候还调降台积电的资本支出预估，对不对？我不晓得你是相信还不相信好，那我认为台积电这20-30年来，它可以不断的这个比如说当年它算是在英特尔的后面嘛，对不对？那它现在等于说它也超越英特尔，那我觉得。台积电凭借的就是它的资本支出它没有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它就随便去修正它的资本支出，等于说它资本支出的节奏持续稳稳的，对，是抓的蛮稳的对，那其实各位你在股海当中来淘金我认为你的节奏也很重要，是你的节奏就是今天这个族群过热财经节目每一个人都在讲这个族群，甚至从早到晚都在讲，甚至你去百货公司对不对，修改衣服的阿姨也跟你讲去美容院吹头发设计师也跟你讲这个族群或讲这个股票的时候，那代表它真的太热，这就是
差协同理论嘛、哦、所以华尔街连差鞋子的协同都知道，都跟你讲的一手好股票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族群是过热了、嗯、因为什么连差协同都知道要买，那还有谁没买、嗯、懂，还有没，还有谁没上车，是好，所以一个月前的 AI 到现在、嗯、那你就知道说这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的原因、嗯、是、嗯、这个心法老师其实一直在讲、嗯、那这两天我说礼拜三要期货结算、嗯、哼，期货结算前的台股一定会比较震荡，对、哦、就是我认为震一震、嗯、然后到了九月底，其实九、嗯、月延续到第四季、嗯、有的集团他会从九月的季底做账，对，先做一路，他有的会一路延续到做到年底，做到年底、哦、做到整个第四季 哦。对、嗯，那有的可能就第三季小做一下，然后年底这个第三季的季报公布之后，嗯哦、然后公布前后拉回、嗯，然后年底再用力做一波，嗯哼，好、哦，特别是这个很喜欢做账的这个集团股，尖竹炒渣集团股啊，都可以留意。他们对，那我认为啦，嗯、我认为。像国巨就是其中之一啊，他们哦，对，我觉得国巨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们重视。我想这档国巨哦、嗯，各位还是可以持续再留意一下、哦、嗯，对，嗯、好，好，那刚讲到说，哎、嗯，消费电子，对，对不对？嗯、其实这过去这个礼拜，我还有跟各位追踪一个族群，嗯、那就是卫星手机。从上周哦，对，我记得的话是9月12号，因为那时候华为发表新机嘛，对不对？然后各个报章媒体都在铺天盖地讲说华为新机怎么样，但是老师你却看到了那个亮点，而且它不是主标题，而是标题下方的一行字，它当中呢就是测试成功所谓的卫星电话，就是在新疆的游牧区、嗯、是、哦、在没有地面基地台覆盖的地方、嗯、对啊，这个图它可以成功的跟这个卫星连线、哦、通讯、哦、那拨打电话嘛，对 OK、嗯、那我们今年哦、嗯、今明年其实未来我们持续看好的几个族群、嗯哦、第一个在这个工控、嗯、车电、哦、车用电子、嗯、工控、嗯、接下来然后这个卫星 OK 卫星的相关，还有这个其实第四季就是 iPhone 15啦，嗯哼，好，所以 iPhone 15我们没有因为说新机发表聊心意然后就给你看衰这个族群，嗯哼，好，因为接下来的营收、哦、台积电的营收、嗯、大力光的营收，玉晶光的营收都要靠它、嗯、是，对不对？你看今天玉晶光嗯盘中也是冲到405哦、嗯、404 405，是，其实相对已经算是表现今天来讲、嗯、相对比较强的族群，就是瓶盖的族群，强于大盘。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在上礼拜，嗯，还一度被人家看衰，是啊。哦、但是你如果说哦，早上的报纸，还有盘中的财经连线，嗯，哦，一堆分析师跟着消息在看衰的时候，嗯、你去把你的瓶盖股给砍掉、嗯，那你就真的欲哭无泪了。是，哦，为什么？因为你看光这一档玉晶光，嗯、哦，九月初它曾经就来到400之上，对，402、嗯，可是又因为这个苹果新机发表，大家说无新意，哦、再加上华为，对不对？啊、就觉得会抢了，华为会抢它的市占市场，对不对？那又拉回380，嗯，380今天又来到400，嗯，好、哦，所以其实如果你抓得好节奏，嗯。哦、就是说也不用说造海节奏，你如果说把我说、欸、第四季其实瓶盖股是有机会的、嗯哦、你就抱住的话基本上你不会被它洗掉、啊、对，而且今天盘中还创新高嘛，是407嘛、嗯、OK 好，我觉得这就是股票，如果你懂它的这个趋势、嗯哦不管是短中趋势还长线趋势、嗯嗯、那你不会随便因为这个大盘大涨或大跌、嗯、哼，然后你就去追股票、嗯、或者去砍股票，嗯哼，好，我想差别就在这里啊，嗯哼 OK， 那刚讲到说卫星电话对不对？嗯，我记得老师你在8月份那时候马斯克一直在发射低轨卫星的时候，你就已经点到了这个族群， 对， 对不对、哦、因为从今年的4月5月，其实 SpaceX 4月发射失败，五、嗯、月他又再来一次。对，其实今年的 SpaceX， 因为星链计划在两年前其实就炒过了。嗯哼，好，那炒过，可是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比较沉寂啊。嗯哼，好，那大家好像就对星链，那再加上前两个月大家都在封 AI， 对不对？都在封 AI，、啊、所以这个星链计划也被你遗忘了，嗯、遗忘了。可是
今年的 SpaceX 其实是很积极的在发射这个，特别是马斯克低轨卫星哦。对，好，因为其实 Amazon， 嗯哼，哦、然后这个 SpaceX 其实很多他们都低轨卫星，还有美国、欧洲都有营运商要加入这个战局哦。好、嗯哦，所以卫星通讯还是未来的显学啦、嗯。最近连红海都在发射。对啊，其实想一想哈、哦，我们这三十年来哈、哦嗯，就是这个嗯。大家去攻卫星、攻通讯的领域的哈、嗯嗯，应该都是赚的哈。这个你要那叫什么？盆满钵满。盆满钵满，对对对，因为 这部分的人才很缺啦。嗯嗯、对，那现在华为又、嗯、又跨入卫星通讯手机，对不对？而且是成功喽。对，可其实哦，嗯，华为不是第一个。但是谁、哦、我想联发科好、哦、联发科在今年的这个二月、嗯嗯、他的这个全球我记得当时我就有追踪到这个消息了、哦、联发科在当时他其实在今年二月他有一个全球的这个首款 5G 的这个 NTN 卫星通讯手机问世、哦哦、好那时候就是在2月24号的新闻、啊嗯、他说他展示全球首款的这个卫星对 3GPP 的 5G、哦嗯、这个非地面网路什么叫 非地面网就是跟卫星嘛、啊、地面网络就是你去连现在什么 5G 基地台、啊、基地台的叫地面基地台、哦、所以其实联发科早就有了、哦哦、所以各位你们发现这礼拜联发科的表现很强、欸、是啊光是从8月、他要挑战前坡的高点、欸、6月有个高点、哦对啊、79对6月那个高点感觉上就是集团坐上哦，六月中有没有对、啊、现在又9月了、欸、又是9月对不对刚刚好三个月前、欸哦、所以他也是一个集团 在坐账、啊、有没有联家军、哦、就正好搭上华为的这一个、哦嗯、他在卫星手机在坐账对上一波是793今天到792我跟你讲、哦、常常在公司内部的人、哦嗯、对自己公司的股价都怎么样、嗯、捉摸不定老师、哦、我不是说我们有班 班长不是在那我们在联发科嘛 对我说我高中高中建中的班长一堆人在联发科、哦嗯、那台大电机然后到联发科一堆、嗯、因为董事长本身就台大电机、啊嗯、对我很佩服他们董事长、哦嗯、这个农家子弟然后但是他一路打拼靠自己可以拼到现在这个台湾 IC 设计的一个龙头、哦、很不简单、哦、来、嗯、那你知道吗内、嗯、部人觉得说啊 Android 手机现在买气不好啊库、嗯、存很多啊然后那个像 Samsung、哦、等一下再跟你讲 Samsung 手机的故事、哦、有又有故事了对好我们先听联发科的故事了对、嗯、然后就觉得说啊、嗯、没什么亮点啊可是 没什么亮点就看他这礼拜股价就 一天天一路一路喷上去对不对而且就是从老师你从8月16、17你说有低开买只需买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冲上六字头一张也十万呢、欸六就算到690好了到今天790对真的一张十万达阵、哦、对不对好、嗯、一张十万达阵、嗯、可是技嘉是一张十万往下跌亏十万达阵、哦、所以买对族群很重要对、哦嗯、那联发科我认为他这段时间第一个集团做账、嗯、第二个就是搭着卫星手机的题材、嗯、因为联发科确实有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出来了对好那会不会华为这支手机出来之后、嗯、其他的手机品牌、嗯、也要跟上 Vivo OPPO、嗯、小米也要跟上对 那他们就有可能会来采用联发科的 solution 哦，嗯、哦各位这样你懂吗因为联发科 他可以在台积电下单、嗯、华为不能在台积电下单、欸对那、这个、听到亮点了对那这个周末人家华为董事长也出来讲啊、嗯、他说我们华为的晶片技术对我们就是怎么样很谦虚的说是小学生对抗博士生他很谦虚、哦嗯、小学生对抗博士班、嗯、可是即使如此、嗯、他们还是要继续往前嗯嗯而且要加速他们中国国内产业升级的话、嗯、他就是要怎么样明知不可为但是他还是要尽力维持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们用了、嗯、那就有助于中国这个晶片自主化的技术提升升级是、哦、所以我看了其实我觉得蛮佩服的啦、嗯、因为小学有一天他会国中毕业、嗯哦、国小毕业进入国中国中会毕业进入高 中高中会毕业到大学大学毕业到研究所所以博士我们华人常喜欢讲说、哦、你要赢在怎么样起跑点哦。但是其实各位、嗯、
国外人哈，像以色列人啊，他们怎么教小孩的？是你要赢在终点啊，对，因为你没有进棺材，还没有盖棺论定，没有办法论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的航天技术已经不输美国了，非常强大，对不对？好，所以这就是这个后发先至嘛，对不对？后来居上，很努力的在做哦，好，所以不要小看啊。我想说，因为对岸跟我们都是同个血缘关系啊，好，所以。我们聪明他会笨吗？对不对？那我们两三千万人，他们是十三亿人口、啊、对呀，而大数法则基本上他们只是如果给他们自主技术搞出来了、嗯哼哦、那后面搞不好我们台湾的科技业、嗯、如果不在技术上面在竞争门槛上再去自己提升提升的话，说不定十年后有可能就会被对岸的厂商给取代掉，对，人家追上来了、哦、我觉得这个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大家留意一下。好的、哦、所以刚跟各位讲到卫星，嗯哼，就会成为未来的显学，明年后年 我认为未来三五年的投资显学、嗯、因为卫星不是只有用在手机、嗯、当然、哦、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发展电动车自驾车，对，特别是你的自驾车的 level 要再提升的话、嗯、其实就仰赖卫星的程度就会越来越高了，是，所以卫星的这个整个 solution 不会只有在手机里面、嗯、它也会用到这个车子里面去，车用，对，好，那还有包括消费电子的使用，对，好，就是像手机，对，像我不是说我自己有一台小游艇吗？开游艇也需要，我，对啊，我如果开到海上去的话，嗯，好，那当然除非我用一台卫星电话啊、哦嗯，那种卫星电话就是不是一般我们手机就可以用的、嗯、就是专属卫星电话，那不然如果说今天好、嗯、像华为这种我的手机、嗯、我可以直接对着卫星发射是打讯号的话，那我就可以很放心把我的游艇开到汪洋大海中，海海，对不对？因为前两天有一艘游艇就是因为抛锚、嗯、然后差点过了海峡中线、哦、有有，那就危险了，对，好，所以、嗯、很多应用会非常的广，那我认为先是手机再来自驾车的运用会出来，那你们知道现在华为连飞天车都有了吗？对不对？连飞天车，所以未来可能很多车子不是在地上走，都在天上飞啊，真的，那些更需要仰赖卫星，比如说导航的技术、啊、对，等等，所以我认为卫星的通讯是未来的新的投资显学，那这也会成为我们的这个、操作选股，对，选股的一个方向之一。懂，嗯，明白了哈。你看老师是不断的往前走，而且都是领先市场。从我记得，如果在两个礼拜前，各位好朋友啊，可惜我们寰宇的朋友少慢了一步，因为老师在两个礼拜前就先讲到了矽光子，就上周最红最夯的就是矽光子。今天这礼拜不是了，对，但是老师你是在这礼拜变就是。今天开始卫星，但是老师什么时候讲卫星？9月12号，9月10号是什么时候？上周，各位亲爱的，老师在上周就领先，已经看到了未来，又领先一个礼拜。对，每次都会超前领先一周，先预告未来下周的趋势，未来台股的趋势方向。好，现在老师又告诉你了，卫星将会是未来的显学。那现在呢，有什么样的标的？其实老师在上周五在东森有公开了几档。你有没有发现？嗯，最近报纸已经看不到 AI 的消息了。老师，我最记得在8月下旬天天报纸一打开来 AI 怎么样 AI, 哦，然后华硕怎么样，技嘉怎么样，天天的新闻，每天他们新闻，每天放送力多呢。然后但是现在呢，哎，奇怪，记者不写了，就默默的不见了。所以我就搞不懂，一个月前那么看好，为什么这一个月消息都不见了？对，没消息，没新闻了、那没消息、手上有 AI 的怎么办？但是上个礼拜你在各媒体你看到的都是在讲矽光子、哦、然后可能都会甚至都会告诉你矽光的相关概念，所以你没有觉得说一般投资人其实蛮可怜的、哦、看报纸看新闻就是都被做股票都被报纸给去引导牵着鼻子走，对，然后其实财经节目他也是跟着报纸在做节目、那但是呢财经报纸他们又会什么看着陈晨老师节目做节目、然后他们就会找到方向哦、okay. 真的他们就领先就会发现、哎呦，哎，这个题材可以、你是指现在来台教的国巨吗？都是如此，矽光子也是如此、哦、森达科，然后呢矽创也是如此、那时候包括矽创、联咏、瑞鼎这几档也都是、老师是在8月初8月中那时候就讲的哦。好，到现在说到矽创又有故事了
我们下半段告诉你新创的故事。所以现在来，老师又领先告诉您卫星相关。老师看到的不只是卫星的这个相关个股，还看到了卫星供应材料供应链，对不对？对。从材料供应链当中去找寻到，我跟你说，真的，全台北股市没有一个分析师这么用心可以挖掘出卫星材料供应链。你想知道吗？你想跟上吗？你想领先卡位吗？买在前头才有赚头，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好朋友们来加入小老鼠 HIH888， 小老鼠 HIH888， 来跟着老师们领先布局，超前部署，超前卡位。究竟谁是卫星材料供应链的标的被坚强老师相中的呢？小老鼠 HIH888。卫星应用的大爆发时代来临了，建成老师再次领先市场告诉您，卫星的应用在未来将会成为显学，而当中的标的，建成老师在上周五已经在媒体当中公开，甚至在上周二，在9月12号也领先全市场，在节目当中公开告诉您。现在建成老师直接帮您找寻出了卫星材料供应链的一档山头斜照，而且滴滴滴滴非常低，股价100多块的一档标的。亲爱的好朋友，再次邀约您，有地看买，只需买这一档标的，初步目标50元，未来还有机会有更大的向上爆发空间。究竟这一档卫星材料供应链它是谁？想要领先卡位，领先布局，直接拨打02-2542-9977，或加入小老鼠 HIH888， 小老鼠 HIH888， 或拨打02-2542-9977。今天太多故事可以讲了啦，故事讲不完。那刚刚老师我们不好意思打岔了，一个故事还没讲完，三星的故事。三星有什么故事？三星其实没有什么故事，三星其实是我个人的故事。怎么说？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小孩来台北读书嘛，对对对不对？ 那台北我就最近就买了一间那个房子，在台北置产购物 给小孩住。那你知道吗？因为新房子总是要贴家电嘛，贴够家电。那我表弟正好在这个神送卖这个家电相关，对，卖大电视啊，卖那个三星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嗯哼，好，那我那天去，然后呢买了电视，后来想说，还是要有个，现在流行用声霸，就是一支，一支声霸，然后它就可以模拟环绕异常，对不对？那么厉害哦。对，后来就跟我介绍神送的这个声霸，可是那套它其实不是一整条啦，它就是一整条，可是它其实还有加一颗重低音，还有两颗这个后面的那个，它真的有那种立体环绕的感觉，对对对，就环绕哈。其实早期都是这样，是。那当然，现在有人为了省麻烦，就扫掉那个，就是直接一条声霸模拟整个音场，对，剧院的感觉。好像我有一次 BNO 的声霸，它就一支啊，然后那个，就你知道吗？我说，他就给我现场听，我觉得还不错，我说好，那不然我这个也买，就定这组，对吧？就电视再配这个好了，整组，然后。后来跟我讲说，你知道吗？你买这个声霸，现在公司有送，送电话，送什么电话？我讲，我一开始我的反应是我们传统那种智慧型手机吗？不是，我一开始我以为是市话那种电话，家用电话，因为想说送就送那种家用电话。我讲到电话，他就说，我说什么电话？说他就智慧电话，说手机就手机，你有没有智慧电话？后来他就带我去看，你看三星的手机新款的，好，一支要10000多块，可是你知道吗？那个声霸基本上才40000多块，他就要送10000多块的手机出来，所以代表怎么样？三星的手机库存很高，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刚刚就在讲联发科，我们讲说，因为现在 Android 其实手机对。库存很高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华为手机的时候，我说不会打到苹果，所以苹概股你安心。我说华为会影响到的是其他安卓手机，可是我认为会直接影响到的也不会其他大陆品牌，而是三星，对不对？三星。所以从这件，从我们去买三星的故事就可以印证说，神送现在真的是蛮惨的啦。原来如此，你懂了吗？好，现在都已经变成是附送品，买四万块的声霸音响，还送一支10000多块的手机。当然，就神送来讲，它成本不用10000多块，可是就消费者来讲，哎呦，还蛮好，还对
啊，这个优惠还不错，我赚到一只10000多块手机、啊、对，可是就神送来讲它就是当做销库 存买电视送手机买音响送手机，对，它已经变成是赠品了，对，所以神送是蛮惨的、哦、所以你看到了，其实这就代表什么意思，这又是跨入了另外一个手机的新纪元了，对对，其实这也给我另外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说为什么这时候他要清库、嗯、他要用这种方式赶快去去化清库存，因为未来因为以后新应用，我跟你讲当初4G 的时候我们讲、嗯、我们要换 5G 对不对、嗯、现在搞不好连 5G 要干嘛，直接跨过了，我现在接下来要买，我要买什么卫有卫星功能的，对、所以是这样，懂了，所以厂商要赶快怎么样清库存，清库存它好赶快推新的功能，有卫星通讯功能的手机出来，懂了，因此我认为、嗯、对于手机厂商、嗯、好，因为要跨入卫星时代、嗯、所以有机会重新再来赢一波成长的动能、嗯、懂，好，你去看联发科这10多年来20年来、嗯、它随着手机的往前一代迈进、嗯、它的股价都有一次的一个爆发力，一个爆发力，从3G 对对不对，是 3.5G 4G 到 5G 对，现在再到卫星手机又一波股价已经先反应了、哦、有没有，明白了哈，好，那新的方向老师帮你点出来了，新的标的建成老师也帮你找寻出来了，刚刚告诉你了卫星材料供应链，重点老师一定必须要挑选出的就是山头斜照有够低的低，老师是不是上礼拜一直帮你解释有低开买只需买，末代标完去追高，现在它就是在低档的位阶，而且老师甚至把价差都拉出来哦。初步我们先抓个50块价差吧，可以可以哈、嗯，初步先抓个50块价差，你先来赚起来。那接下来100多块的股票50块价差，很补哎、欸，很补哎、欸，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来，你想要是往上50块，不是像计价往下50块。no, no, no, 我们现在已经是在低档了，已经是山头斜照，有低看买，只需买的位阶了哈。那向上有机会有50块，初步第一阶段50块价差，这一档卫星材料供应链的标的到底是谁？想跟上的朋友，小老鼠 HIH888 直接来请教。叫我们的服务人员小老鼠 HIH888 直接加入咯，再次感谢建成老师分享，谢谢各位，卫星应用的大爆发时代来临喽！建成老师再次领先市场，告诉您卫星的应用在未来将会成为显学，而当中的标的建成老师在上周五已经在媒体当中公开，甚至在上周二在9月12号也领先全市场，在节目当中公开告诉您，现在建成老师直接帮您找寻出了卫星材料供应链的一档山头斜照，而且滴滴滴滴非常低，股价100多块的一档标的，亲爱的好朋友，再次邀约您有低开买只需买，这一档标的初步目标50元，未来还有机会有更大的向上爆发空间，究竟这一档卫星材料供应链它是谁，想要领先卡位领先布局，直接拨打02-2542-9977或加入小老鼠 HIH888 小老鼠 HIH888 或拨打02-2542-9977，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